令那不我要刚他不要中刚来暑过，了，阿祖来吃吧。球队超多人的，就在队长后面蹲下。杨后面，杨后面。你知道 OK。哎，你不是集合？你可以组装了，对吧？我可以怎样？组装破炮啊！因为我没有脚架，对吧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自己一根插管子插在上面就可以射。啊，是哦。对，它是这样。哦，所以不用脚架。哦，对。本娘站很高，可能觉得两门或三门效果会比较好。所以女仆 Henry、小赫跟优雅是炮牌吗？炮班嘛，优雅是医疗啊，对啊，优雅是医疗，对啊，我是 JT， 明明就可以想把偏要独立出来，嗯，然后两名弹药兵加一名破炮，偷偷带了一些，然后空空狗老师阿 Q， 可以跟雷阿 Q 狗，对对，兔子阿 Q， 你们是不是我这边的吗？干错人了，阿 Q 是，哎，我刚刚讲阿 Q 吗？对啊，小欧啊。啊，小欧，高雅，蓝光，总分，小 Q， 石头，小月，看你站起来啦，小屌男 ，Tommy， 蓝光，小奈，谁打球？小黑阿 Q， 哎，所以那个阿 Q J， 所以总共是这两排都我的，这两排都你的嘛，所以你是分两个，小宝贝，哎呦，不要。还好我没有加过去，所以空空这边是一般，然后蓝光这边是一般，但是两个加强班，加强班是那个三个四，我这边是三个四。你现在退队还来得及吗？退不行啊！你今天进来的就是我的宝贝，只能退伍了。不要，难怪那么卡，因为这是代用武器，我只能选择。有没有人没有小队的？60毫米，我。哎 ，Vivi， 你刚是哪一队的、啊？我忘记了，或许怕我电脑没关掉。你这里的、啊？应该没有，他应该是蓝光那边的。蓝光那边有应该有14个人，没关系。Okay， 那蓝光你再帮忙分一下。哦，我等一下我这边自己分吗？对，你这边自己分就可以。可是我只剩了整一个343，会不会太超？应该还行啊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我会再留一个给你。哦，我再留一个。小黑，你几家？那个，我们先分无限界的。你是说什么？哪一个的甲？我这边炮班的过来，炮班的排这边。够，我等一下。杨弟，我这边炮班的排这边。我这边。火力凶猛。炮班的排我们的最北侧这边，面对我们的同仁的右边。面对。面我们面对好了。面疯狂抓鱼兵。然后。杨弟厉害啊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小队哦，第一个是。空空小队有6个人，第一个是蓝光小队有14个人，第二个是蓝光小队14个人，然后再就是我们排部一个人，然后然后还有我们炮班还有分那个观测手，第三最旁边啊，不是第三也是炮班的吗？但是有一个人过，还是有一个不要睡啊，排部有2个人，你有3个人，你还有一个优雅哎。对啊，你要解14个人才过得才恐怖啊！我们那个空空，你们无线电先一瓶啊，那蓝光你先2瓶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再分3瓶给你们。那排布是5瓶，炮班4瓶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先标一下。2瓶是不是？盖一个无线电。哎，我想跟你申请一个概念，可以吗？这样，我麻烦我下面的小队长拿2支343，可以吗？2支343，就是他们等一下我会平大概会拆成2队，然后跟我沟通用343沟通。都到，我再对你用1次吧。可以啊，你想试试看都没关系，反正2瓶跟3瓶都你的。太棒了！我们队员可以口语交流，然后小队长用无线电，用手语。手语，每个人带2个酒。没事，我们是什么、啊？黑高好好比啊！我们黑高好好，有点难。我们是 special force。好了，那个33标在地图上，等一下你们分开，等一下解散的时候再去讲一次，没关系。
好，现在我们现在坐标是在043010这个地方。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把任务这三个圆圈叉叉点给竖清啊，分别就是总共整个区域分成四个大块。第一大块就是 A 区，我们在行军的这个部分。第二大块就 B 区就是我们下一个那个颜色叉叉的点，就是 MO Army MO Dump 的地方，就是坐标04002那边。那再来就是往北边，这边没多久，大概50、100、150、200公尺那边就有一个城镇的广场圆圈圈那个地方，圆圈圈中间的圆圈圈在 C 区里面。啊，那边由于位置性太高，所以我就先不设入境点。那再来就是 D 区了 ，D 区是最北边，最北边左上角033041那个雷达站，我们已知那是雷达站了。那任务提示里面，敌方是拥有轻武力的叛军，也有可能会有巡逻兵，还有快速反应部队。那该区域里面都没有平民的踪迹。猫咪对我雷子，不要打我！对，然后。任务提示有讲到说，等一下我们从这边出发之后就会开始接敌，所以 C 区那边也会有敌人。那等一下我们的作战方式如下：第一个就是因为空空的小队人比较少，所以我会请他当那个尖兵班，尖兵班。那再来我就会请那个蓝光小队，蓝光小队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听蓝光的，不要听我的哦，我只会跟蓝光下达那个建议指示。那假如说如果有什么紧急的事情，或者是说有建议的事项的时候，麻烦赶快提出来哦。那再来就是炮班。基本上我会跟着炮班移动，但是我们炮班有一个优雅可能会跟着就是在小队之间跑来跑去。那小队的间隔因为人比较多，尤其是第一个尖兵班跟蓝光班就有分两个小五哦，那可能小队之间的行军距离可能至少就会，我会想说可能会至少会50公尺，就是一个坐标格左右，拉最近的一个坐标格左右。那到时候我会请那个优雅到处跑来跑去。那我们那个破炮班可能就稍微在后面一点。那破炮班的班长就是我们的女仆啊，女仆有测试过破炮了，应该没问题的哈。她迫击炮电脑安，她有开迫击炮电脑安啦。Oh, OK， 安啦，安啦。只是那个各位离蓝光远一点哦，她会跟我的破炮有一种磁性相吸的原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OK， 要跟我一起死。那我决定我要跟在另旁边。好，那再讲一下无线电排布是五瓶，假如说人都死光光了找不到人的时候，你就用五瓶来找我，我就会去带你。好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A 区跟 B 区的路径点。 A 区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就沿着蓝线哦，从东边的山区丘陵路段哦慢慢走，还是会请空空带着我们走，那前往到 A1 点如果 OK 的时候再进到 B 区的 B1 点就已经是攻击发起线了哦。那 B1 点我会请那个空空小队，可能最终的目标会前往到 B3 跟 B5。为什么是 B3 跟 B5 呢？因为那边就是掩护组了哦。那攻击组就会待在 B4 点。啊，等到攻击发起的时候，我们就以那个 L 型的肃清，然后去把第一个目标点给你拿下来。那注意进攻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打到自己人。我们那敌人是穿什么样子啊？捷克的陆军迷彩，就有点像大迷彩，但没有黄色的部分。那他们是戴头盔那种吗？对，就是那种旧苏联钢盔那样。OK， 好，有没有人还有问题嘞？没有的话，五分钟上厕所喝水整装哦。哦，对，我还有个重点，问一下，燃烧袋是必备的吗？喂，反正就带着。我啊，不想理我。反正就带着嘛。哎，空空，你不是有医护兵吗？有啊，小欧，我们有什么载具吗？我们可能就保了。没有，腿。杨弟 ，OK 哦，那我先把我人带走分一下。好啊，对，我五分钟。第二个目标点的迫击炮电脑可以使用吗？还是就不要用？不要用。我你们打的准就用表尺比较有 feel， 但真的打不准就用迫击炮电脑。因为我还没有测过，他如果用迫击炮电脑在斜坡上会不会打得准？我试试看喽，反正我两个都有开嘛。我知道啊，就像我说，表尺比较有 feel， 但我当然知道表尺比较有 feel。如果有表尺，但打不准就用破炮电脑。我甚至想带到前线跟大家一起打，拿破炮自己射吗？对啊，反正零号弹零，对零号装药的射程很刺激。OK， 安啦，你可以用零号装药的炸药把自己杀死。可以，那令刚刚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好，我对二号点。
之前有旅游过啦，那二号点那里已经把他的围墙框起来了，他只有南面有入口，他四周都是围墙。哦，你说那个二号 C 区的那个圈圈，它中间是它底部是一个小房间。哎，我可以制造围，我可以制造破口。没关系，我相信在 B 五点，也许应该可以目视到那个地方。那我们再到时候再判断。Okay. 啊，那个还记得 D 区哦 ，D 区最里面那个雷达站那边，我记得就是之前我们在、那废弃的寺庙。不好意思，我打个岔哦。那个因为任务有的场景，我是直接隐藏地图物件自己盖哦，所以不要预设立场。OK， 所以大家知道我是照我之前旅游的印象。我可以帮你打回原形。笑死！有他自己盖的部分有那个吗？你自己在画出东西吗？画出东西，反正范围跟令框起来差不多大。是你盖的东西的。卡森，整装我去找空空。我干的是这样，这长什么样子？我知道他在画在地图上。没有，可是我没有动很多，就是基本上原本的建筑的标线都可以继续参考。先去休息没关系。像那个钉不是框了一个正方形框框吗？就差不多，我盖的建筑也的确是那个框框的范围这样。啊，建筑数量都不会太多，不会造成你们很大的困扰。我就以那个牧师侦察为主。为什么Ghost的高人一等？因为他脚下踩一个弹夹，踩了一个弹夹，他在上面踩平衡的。哎，捡起来的、啊，他怎么还是那个空速？其实Ghost正在放屁。杨弟，嗯，可以准许我们有时候可以跑到前线直接看着射击。哎呦，掉下来。嗯，如果前面空间允许的话，你跟我讲，我会请你们去。好，杨弟准备好就可以出发。然后我就跟你说，我弹种只要两种， okay. 就是一般的 HE 跟 WP 白磷弹。我有白磷弹。FDC 在这里。我们有三个小队长。嗯。我三个小队长。我待会要 call 破炮班是用什么？148还是33？就用148就可以了。可是148会很混乱啊！如果你在讲话，他也在讲话。我思考一下。我这边小队内是四品。走。空空我们几品？好。那这样子好了，那个优雅空空完全没带一品。优雅在哪里啊？他在你这边。他这边。每个人都长一样。我们两个、哦、就是你一样保持在148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343在跟他们同一个频道，你们要想讲的时候你就直接呼他们。啊，如果我要 call， 你可以，如果有我再带一支33就好了。那我先教你们，我先教你们两个。另外，如果我倒了或者是需要另名射手的话，怎么用？来这边，我先教他们怎么用。这次我就没用过。我们有那么大管的通知啊？恒林犬跟那个小豪。再机会一下，这个是跨区的吗？还是可以换的？小贺，这是可以装的，干你闲的啊？好吧，我就是我菜鸡，昨天刚我们。你们是我们的备用射手。没有震撼弹。正向。哎，恒林犬他这个哦是用自己的互动键部署的。互动键。对，所以你看我两个背包都在身上，放下去，对不对？哦、好，你进入。好，那就它是用 page up page down 去调整。page up page up 跟 page down。对，好，然后呢，你看一下左边，它是不是有个中间有一颗白色白白的水银？有浮球。嗯。啊，看它左边是零号装药的时候它的射程。蓝光148。左边是一号装药的时候的射程。空空无限的设置，你确定好角度跟它有方位角吗？对不对？逆浮无限的设置，方位角有。一维无线电测试有收到。优雅无限的设置有哈。然后确认好之后，要点给我30秒。点一颗，然后开火，就这样。嗯。等一下会听到吵声。OK， 好，然后你放开。放开。OK， 然后你对它选那个互动有一个 pick up。拆解还是 pick up？ Pick。捡起来 ，pick December 的话我们就死定了，我们就要再叫一只 pick、嗯。是互动吗？互动。小二这是你没有互动是不是？那应该是我有。没有互动。那我来背好，我专门来背。OK， 好，小二你是炮手啊，你背啊。我重新讲一次，小二你先进去。
你是嘿，你先进入。好，他调整是用 page up 跟 page down。对，有动好，对不对？你看你左边的表尺，它是不是有一个水，有一个浮球在动？你配置跟配置有哈？有。左边是装零号装药的时候，它的那个水，它的那个浮球在哪里，它就会射到哪里。就你对到三就是三百。懂吗？哦，好。哎，啊，右边的话，一号装药会射比较远。哎，好，然后那个方位角也要确认好，然后确认好之后，我们这边会装弹，你按开火这样子。OK，OK，okay. Okay, 好好，然后那你先出来。好啊。然后我刚刚会要求，有互动了。我刚刚有要求说，你们一个是一号带一个零号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们要用零号，就是你就一直放，一直放，一直放。你再把它放下一次。好，设置。他的互动键在，哦，他互动键在上面。对，搞笑。就是，但他有个 bug， 是如果他在斜坡面射击的话会偏掉，所以我们要尽量找平面的地方射。或是空开始朝 A1 前进。目前的话，我们就用迫击炮点了。朝 A1 前进吗？收到。所以等一下你会优先用零号是不是？还是看情况？没有，要看状况，要看那个他要我们打的位置在哪里。如果是可视距范围的话，就是零号。remote 防 MO 八十五毫米的，那个就不用了，就是装弹门。没有，那个是把弹药弄掉。对，那个不用管它，哦，我们就先暂时不用那个。他，啊，那个是附近要有弹药。二十人一队，呼叫杨弟张帅哥。他那是附近要有弹药箱，他会把那个整个弹药箱给塞进去。明白，我们等空空前进五十公尺之后，我们再出发。哦，今天是手动一发一发装。我以为他会给那个，就是真的就是 MK6。我破操作的，空空你在拉队哎，我看到有人拉队哦。啊，我来等，没有来拉队。我只有带一发弹匣，所以我用完我会跟小号。好吧 ，OK， 我们走。OK 啊。我是上十七甲，又可以走。还没。对不动。OK， 小队，等一下。蓝光小帅哥可以出发了。可以知道了，大帅哥。那个力，我看小欧在原地踏步哎。对对对，他蓝线，有蓝线。空空，我看到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有 Z 三。是不是在等？小欧很可怜，他到底多大？小欧在忙碌。OK， 看来我们义务兵暂时先当机了。对，他回来了。然后亨利圈跟小贺我们都视频哦。好，看到了。OK。还有优雅也会是视频。测试，有收到。你为什么你想要让自己变绿呢？破格。蓝光，小欧走错边了啦！破格。小欧走错边了啦！东北方，东北方啦！有雅，我今天测试有收到吗 ？Check。OK， 我问一下，那个效力设置要设六发还是设几发？绿光照明队。效力设你几管？我一管啊。一管三发。了解，三射三发。下一轮是三发。你说我是阿尔法一十一，对不对？那一开始就是第一发先校准射击，对不对？四射。四射，对。迫击炮是一发，榴弹的话是两发。了解，那所以我们等一下流程是，你标定你是会在地图上标记吗？还是？对，我在地图上标记，然后等你的，先保持一下，等下就可能会校正了。等你的校正单，然后对，修正完，修正完之后就是效力社到下一个 permission。OK。你等下是要用那个密位表吗？我可能会先用密位表，如果真的没办法，我才改用迫击炮电脑。我可以跟你干一个密位表吗？我也想要玩。他没有密码表，他就是装在枪榴弹，他就是装在迫击炮上面。哦 ，OK， 他不是那个火炮射程表，对他不是用火炮。不会是的，蛮难过。但我想要直接报密位跟方位给你，让你打。他是有一个浮球啦，就是会在那个迫击炮上面这样，然后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炮手的那个近旁边就有密位。对对对，但是哦，我以为。OS 是 range car 那一种，哎，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它有个 bug， 我在斜坡的时候，你照理来说浮球会受影响，对不对？
单飞空到 A Y 单射要抵达 A Y 的。OK， 所以我可能要尽可能找到平地去做射击。哦，对啦，地形本来就影响弹道。只是我不确定破击炮电脑会不会影响到弹道、啊。破击炮电脑不会，电脑不会，电脑自己会自己弄。那我们在胁迫的时候就改用破击炮电脑。这样是很 OK 的。这里是空小队，我们接敌。报一下方位哦。北方。蓝光确认一下地图哦，请你从那个 A1 之1的东方哦，绕过空空的东方往 B1 前进。Copy。现在还很窄，小心那个枪炮弹会碰到友军哦。对，刚刚我们这边第一波敌军大概都死光了，不确定还有没有其他的。没问题，你在 A1 先守着，请蓝光掩护蓝光小队前进。没问题。走错队，我刚左脚小拇指这里，对，但是你走错队，我们要兵在前面。啊？你走错队，我们要兵在前面。没有、啊，是空空那队的、啊。对啊，小欧在这里啊。好，小欧在这里啊。这边是蓝光呼叫杨迪、你是不是想把小欧？你说。先派一队前往 B1，、然后另外一队在 A1 这边。开始小一点、啊。叫头在动。蓝光小队，你们可以直接全部都前往到 B1，依序前往到 B1。A1 小队，A1 的位置目前由空空接手。而且 copy。白队走，白队收队，收队，加班啊！有啦，有看到啦，你走嘛，你走就跟了嘛。女仆炮班前往到 A1， 收到。这边是 Alpha One， 我们现在从右侧开始往 B1 移动。好嗨！明白，交火没关系，尽可能的前往到 B1， 两队集合后之后再跟我讲。超收，这边是蓝光，是到 A1 的西北侧有敌人。为什么没有枪声？我刚好听到了。Reloading。刚才有那边空，我就直接叫阿爸了。阿爸教练，明白，阿爸。炮班抵达 A1， 收到炮班。下面杨力抵达阿爸，那。阳光，蓝光已经从后面推过去了，那我们要上底线吗？灿烂，那我们这边可能没有办法掩护到蓝光他们来队。明白，阿尔法炮班前往到阿尔法1-2坐标045016，收到。好嘞，我们上底线，移动到阿尔法1-2，稍微往西北走。这边是蓝光，我一组人员伤亡严重，我另外一队是掩护，他们先往后撤医疗。收到，我们这边立枪会帮忙。那个几个人稍微往西边走。医疗兵阵亡。别超说。这边是蓝光，呼叫那个杨弟，我们这边医疗兵阵亡。明白，你们医疗兵是谁啊？林川死了，在。在你前方看到，在山头上这一队的山坡下一方向，两名人员阵亡，可能需要医疗兵支援。往北方看，往北方看，西北道路，往西北。看，我看到很多树。对，我也看到很多树，都是我们的敌人。自古以来都是敌人。后退，翻滚，后退，往南方移动。炮班回报，我们抵达 A1 之2，遭到敌军压制。
跟到。我一楼冰箱。方位来自 W1 方位。Okay.这样地圈到敌方碉堡以及固定设施。撤退。碉堡在地图上。别屌！娘的！哎，可以再往上走一点，没关系。对对对，可以再往上走一点。确认在地图上 B5 点敌方画布。啊，这应该被删掉了，没关系。嗯。哦，我一直以为你们三个是我的人。我说，哎，怎么那么多人？我没轰过这个。小号还好吗？小号还好。我往前一点，你补你们架好了。有啊，引导炮班攻击那个 B 五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确认攻击 B 五。攻击 FOB 吗？雷哥，稍等。Fire mission on grid 校正后两轮攻击结束再跟我讲。动四幺，动两幺，敌方 B 五点。哎呦。校正发两发。两发间隔，帮我抓20秒。动四幺，动两幺 ，B 五点，射击两发试射是否 ？Full reback 更高哎，那几号圈变更高？帮我看一下啊，方可以帮我报方位角吗 ？B 五有没有那个 FOB 图啊？对，方位角324，324，一号装药，一号装药。一号装药，距离670，够的。OK， 距离670，试射两发，间隔20秒。那个亨利券帮我报。670。我现在有优雅放风。对，你要报给他，他不在我们这。324，试射一发，帮我数20秒。OK。你要帮我跟你帮我压无线电，直接跟优雅讲。嗯。在这次炮班第一发发射之后，有一贴。走开。开炮了。对，稍等一下，我还没。那是开炮的意思吗？我还没开啊。我怎么没了？稍等我一下啊、哦，那个优雅。你说，蓝光小帅哥，那个 B2 又要有标记那个敌人的防御阵地，如果你 OK 的话，你可以先攻击，没关系。帮你集合好，想出发，想出发再跟我讲。OK， 优雅，我准备好了，第一发试射，准备装填第二发哦。没问题啊。OK。第一发试射。OK， 装填。对了，看。防御位置效力射两轮。了解。是你标记的那个点吗？还是另外一个？确定，我标记的那个点。可是我刚刚没有射击破炮呢。我想那是榴弹吗？那应该是榴弹，不是我射的。OK。对，然后等你先取消刚那个 fire mission， 我等你的地方校正。收到，我先暂停射击。我有那不是我射的，重复一次，那不是我射的。那个也不是吗？338那个。338那个不是。这交给我们两个。他为什么那么大？奇怪。距离353。可以帮我先等单要改装吗？你在这边。这个他是我这边是用炮表的，他没有 ETA。小号漏单要。没有 ETA。没有，我说我无法确认 ETA。对啊，你怎么漏？那你稍微帮我抓一下那个 timing， 我记得是15到20秒。那我要先朝 FOB1 是不是？是那个我定 FOB 那个雷锋房 FOB 位置吗？没事，互动。按住 Windows 键那个。跟正，停止，装一号，不好意思。一号收到。装。好，知道怎么装。装一号，试射引发，准备倒数，开火。蓝光小帅哥，你要重组一下小队哦。如果 OK 的话，再跟我讲。我
之后，我还在整理，等一下。乳酪有在这边吗？哎，大约20秒。那个，我这边有个小白痴，他忘记带三四三。有氧气筒吗？落地了。叫什么？哎，叫做思维。没有看到弹珠。哦，好。弹珠是否？没有，我们这边课程也没到三四三。稍等一下、哦。看，听这个声音，你过头大概100公尺，打到那个 ammo dump 那边。我要一，我是要一号装药，一号。对啊，看是零号。啊？我看是一号。20秒到了。我看是一号的。我刚没有装弹。对啊，是一号，下去关了。还是要我装。嗯。这一次女仆先暂停射击，我们装一号弹，装一号装药，但他进来的是零号。对。对。哎，对，跳水里面为什么？哦，我知道，因为刚刚我先卸载。好。蓝光他们说他们思维没带到，我说哦，我们卡森也没带到啊。阿凡，空卡森还活着吗？对不对？空空。C H， 就是杨天富叫空空。C H 问呢？我真的看到 C H 问。收了。那小屌卡森还在吗？对不对？小屌卡森他回来。各位亲们，前往到那个043018雷标记那个 check 点。来，这一次女仆 check 点 copy B 五点，我要再用我用迫击炮改用迫击炮。第四，山上的碉堡还不知道还没有人。对，迫击炮电脑炮试射一发。好嘞，正确位置为 F O B 二哈。对呀、啊，那炮班先确认 F B 二。三二一，稍等，不，停，放弃。这边是，这边是蓝光，我的突击队即将要出发。明白，开始往 B one 前进。要改用迫击炮电脑了。你的阿法要前往到 B one 西方的 check。哦，炮击，到石头处，到石头处，然后找眼 B。这边独占官打的，我们这么大了，暴绝，再不撞钱啊！优雅你在旁边对不对？你这个位置不应该会，就是你刚刚装药是怎样？我跟你说哦，因为那个距离是600，我们要装，我们装了一号，但是他进来的时候变成零号，那零号最多只能射到400，所以变成说，如果要用炮表的话，我们只能用。射击距离只有400公尺啊，不然其他都要用。你们没有带迫击炮？嗯，有啊，但是我就是带一号的啊。他们有带啊。我自己也确认，因为我三种都有带，一号一装哪个弹都会变零号。不然我直接在这边用迫击炮电脑直接试射，你看是不是准的？哎，还没有目标，等一下我再给你。这是阿爸，我们到下个点了。F O B 二有人过来。F O B 二有人。这边是博，这边是蓝光，我们即将抵达 B 1点。知道。问是否直接往 B 2点移动 ？Bob One 是友军 ，Bob Two 刚刚。确认你们可以依序往 B 2前进的。注意，友军打法在你们西侧。听说 Bob Two 里面好人。对啊，氧气。播报大概是在放中轨。有人可以让炮班攻击吗？这边是蓝光，我们往 B 2开始移动。稍稍。要央替你们是在 B 2。请问一下，宙斯在这个频道上吗？顶多。我这边碰到奇怪的 bug。我要攻击。我不管是装哪一个一号弹药还是零号弹药，进来通通都会变零号。好，这问题我也没有办法处理。央替，对阿法，我们在 check 点。会一直被炮击哦。明白，往 B 3点移动。B
3 copy。对 ，Bravo 小队在 B 2点附近。到手。原来是 Bravo， 我们确认已经进入 B 2，正在肃清该邦克。这边是B， 这边是蓝光，确认肃清了这个小小的阵地。是往 B 3移动还是往 B 4移动？收到，稍后等待阿法就位。你怎么装白磷弹？我因为它是一号装药，可是装进去还是零号。你们上一次使用破炮啊，那个一样是马丁的那一张有这个问题。我记得你跟郭老师不是也是带60号？不是，那时候我没有玩破炮。确认。而且那他的破炮，我不确定是不是跟我现在是同一艇。我确定是同一艇，一样都是60号没变牺牲。这一次破炮班呼叫央替有收到吗？收到。我这边哈，现在碰到 bug。我所有弹药装进去都只有零，都只有建议零号装药。意思是说，如果靠炮表的话，我射程只有400公尺，但迫击炮电脑不在此范围。我用迫击炮电脑，我想打哪就打哪。没关系，那就用破炮电脑就好了。有收到啊。接下来是破炮班询问下一步命令。炮班现在在 A1 之二，对不对？请前往到那个，请前往到 B2 点。好吧，移动到 B2。这是阿法，刚有我的指令吗？你已经到 B3 了吗？我到 B3 在肃清了。明白，你看一下那个 B5 跟 B4 是否安全。收到。这边是蓝光，肃清掉敌方一个迫击炮阵地。收到，感谢。蓝光可以开始依序往 B 4点移动了。刚取消了，先不要下去了，先在那个零线这边交战。这是破炮班移动到 B2。了解，麻烦移动到 B3， 等一下要需要你们了。收到，确认。这边是蓝光，我叫我的 AT 手会直接往那个机枪直接射一发 HE。了解，射一发看看，如果太没办法的话，就找破炮班了。标毛是怎样子啊？新贵派是不是？来这边帮我挖好沟。哎，我来，你要跟我一起挖吗？还是你要换方向？女仆。没有，我这边挖，我这边视野嘛。OK。这边，我继续挖。还蛮那个。浩哥，你帮我包起来干嘛？包起来。小心啊！我要放管子，小心受伤。阿法，你们那个有没有把握可以拿 B5 啊？ B5 吗？稍等一下。OK， 帮我装填。评估一下，评估完再跟我讲。别慌，等一下，小贺。B5 OK 啊。哦。趁现在那个他们在扫射 B3 的时候，绕去 B5， 沿着路线绕。走。跟正，改一号，距离458，超过400。小心路线要绕，要绕一下哦。改一号，我被击中了，帮我爆炸。中了。呼叫幺亚，请追去攻击工厂。工厂的位置。Factory Diva 041024。好的。可以帮我爆炸一下吗？再爆。头部。
忘了。谢谢。确认到那个 C1 的工厂两轮。这支炮班准许在坐标动四幺动两四位置。蓝光小队先招安无障碍，我们那个不用校准。阿法小队现在正往 B5 前进，那破炮班正在肃清 C1 的，在攻击 C1 的工厂。要先试射一发。直接开。那比较安全的时候，请你们到 B4。了解，收手。装填。装填。第二发开火，装填。小浩跟我说，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命中目标。装填。第三发。小浩有没有中？第四发。装填。要准备落地，三、二。对，阿法，西南面有一光弹打出来，但是敌军好像就是冰山的山兵而已。这边是蓝光询问，现在打击的破炮是友军还是敌军？现在打击友军的。第六发。刚刚讲说他很偏，偏的有点离谱。他在打修正弹。打到哪里去了？很夸张了吧？哎，波子炮班，我确认到那个枪射行在后面，帮我看一下。我们直接打小火炮。波子炮班。破炮电脑不准，重复一次，破炮电脑也不准。确认，没关系。那你就用后边吧。后边。装一发，因为你从打，你是从 B3 打的吗？嗯，什么 B3？ 对 ，B3 位置打的。虽然 B3 位置打，可是你这个是方向性的，诡异哎。这个是方向，对，知道很诡异。应该跟你的隐性，就是跟你的腿。没有，我觉得还是跟你要有关，应该是跟。对，因为我看你最多怎样是等打失败，因为你再多一百就会到工厂。有了解，那个我这边再试射一发，看用改用炮表，装填一号装药。OK， 阿爸，你们是有人往生了。340，开火。第一发，开火，预计抵达时间25秒。几万？那是枪榴弹，不是我的。他说等一下，短，具体短。他说好了，会叫我们出镜，他叫我们烧。对，走弹了。对，这一次破报呼叫 JT 有收到吗？他不掉的。是阿法，是阿法。我们迫击炮有这边一个阵地，有一台敌军悍马，我们可以使用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几百公尺。现在 HQ 敌军悍马可以使用吗？可以，反正没有油料，就炮就尽量用。距离少了大概30公尺。收到。OK， 我收到了。那距离是17吧。然后小队往 B4点移动，就这样。了解，收收定。300公尺，我看这直接把破炮啊，破炮电脑，破炮电脑还是400吗？不是，因为是装药，我装进去，不管是一号、零号，通通都会变零号，所以导致说它射出来都是短的。OK， 所以我现在射程只剩400公尺。那你还要继续玩破炮吗？还是打步战？我是想继续玩啦。OK 啊。就冲击400以内，冲击400以内。快在阿法，我们在 B5 点这边防御。到时候现在那个蓝光小队前往到 B4 点了，你们先守一下。下午要把你们 BBU 到后面直接跳。那第五叫炮班，麻烦前往到 B 四点。走了，走了。跟正 B 五点，不好意思。B 五。直接到后面玩幺五。OK。我们今天就是拉越近越好。用炮击还放对。哎、欸，怎么办，优雅？就是蓝光，我的突击队已经打到 B 四。都是枪火弹在打的东西。而且，麻烦那个你的所有人都在 B 四汇合，我需要你们全部的人。有正在移动，枪火弹一样。好，开始。他们之前没有这个问题啊，我记得他们之前，火力任务都是打一公里以上。我怀疑啦，会不会跟又会不会跟设定又冲到是不是？可能吧，不然就是他分支。人怎么突然死光了？自己放在土地里面会消失。有啊，我这个位置挖好沟。
我干，他妈的听见了啥？这边是这边是蓝光，我们所有人员抵达 B 四，可是这边是一个极度的下凹处。我知道，因为你们是主攻组，不是防守点，是攻击发起点。怎么整个插起来了？阿法注意哦，你现在是在 B 五点哦，友军现在在你的东侧，在你的东侧下凹处那个地方，等下友军会朝你的北方目标点进行突击。哎呦，那个标志？阿法收到吗？不见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重复一次。你现在所在点是 B 五点，友军现在在 B 四点。是。等下友军会从你的东方进入到目标区，有收到吗 ？OK， 没问题。我帮确认一下那个 B 五点的位置，友军现在所有友军都在这边哦。蓝光开始移动，移动至哪？目标点。注意一下枪口位置。漂亮，漂亮！哇，我耳鸣了。哦，我刚按戴上耳塞，我想说，怎么还耳鸣？结果没戴上出去，我问到掉出来是不是？有军！哎呀，怎么？爸爸还落落来，进去里面看看。哇，这里那么凸起来哦。哇，这边受伤，这边很棒哎。我受伤讲一下。你问说，这里。好，感谢。弹药都来，那你先不用动，然后我们再试一下。有没有受伤？弹药都来，坐好。小欧，好，那个棒。真好。跟培根，一枪不会死，还可以爬起来。OK 吧？装什么？嗯，先帮我卸载之后装一号，我看会不会又变零。哎呦 ，OK。这一光弹，卸载。哪里打过来？零号。他从窗户打出来。你是装零号的？我装一号。哪个窗户？哼，在那个零号。红色的窗户。没救了，没救了。包庇那边的。对啊，拆光了。东南窗。对，东。三六八。对，看不到。看到他在，帮我看一下一光弹来源好不好？这边是蓝光，我们开始往目标点移动，预计30秒就抵达。了解，我希望你们全部的人都进去帮忙肃清哦。有，全队。感谢。其他小队注意，友军已经前往到我们前面的那个 F 档。OK。注意，友军已经往 FOB 那边走了。待会他们进去 FOB 里面，就稍微帮他们看一下右边工厂，看一下那个开火，上方荧光弹那个地方开火。方位五，方位五的地方。这是蓝光呼叫排部，是否可以请求炮击锁定炸地那个北方红色建筑物？一楼那边还有火力的压制。我知道，这是杨天明白。炮弹也太多了吧？好爽啊！对不对，杨挺？有人带那么多炮弹吗？配对支炮班争取对坐标动次要动两次，要离射一轮，小的难一发。友军西南200公尺。他这个数值够深，你们可以去那个石头那边。对，下那个东方这边，下面的石头。东方这边太急。什么状况啊？为什么他的头表停不下来？就是写波，照理来说不会影响。收到，调整中。啊，高志那边还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如果你们觉得还不行的话，就可以回来，没关系。OK。还有。先帮我把弹药漏掉好了。OK。小贺告诉我方位角，工厂有沙包的那栋建筑。Triple kill。五，方位角五，005。OK， 方位角005，具体300，装什么？随便。哎呀，阿法要准备移动，装进来都是零。随便。OK。OK 啊，对阿法。有人呢？这一次炮击单位回报，他标志卡住了，现在完了，他只能打在400上面。哎，那如果改成零号呢？哎，你说改什么？不对，是表示搞不对。400整啊！不对哦，你进去，你不应该叫宙斯再给你个新的吗？这个是新的。
哎，对，标识真的卡住。就再拿一只新的，你刚刚旧的不是没了？阿爸，先往西关走。标识卡住了。OK， 那你加把钱给你试到 OK 为止。各位，我们准备移动到 C 万。工厂上面发 mission 证，我们沿着刚刚友军输出的那个 FOB 那边移动，然后再移动到 C 万点。OK， 我们 Let's go。Let's go。我老天爷！就直接穿过去就好了，穿过他爸爸。刚注意友军在经过你们前往 C 湾。这只吗？对，那是你。他们领一只那个。有没有 charge 万的？直接在拿一支 M 管不管啊？我家人嘛，直接从家里不行。我要把它拖到平地看看。那边是南蓝，我们清干干了。你不能上来这里。拖到清干干了，重整一下。你不能上来这里。好，等一下。自己相对平一点。我看我们三个人拿枪龙弹都应该比较有杀伤力。南南小队往北枪龙到 C2 点。里面是 charge 1哦。绿 Alpha 现在在 C1。没有，里面是 charge 0。你说我抵达 C2 吗？那真的不行。确认。Copy， 抵达 C2 真凶。我跟你讲 ，M3202 海陆先在 C2 集结一下，待会就是之后要做这种，就是给你们一个人步枪，然后两个人 M32。有道理。哎，等一下啊！我突然想到啊，杨梯这里，小慧，你先下来一下。破炮班，是的、啊。我跟你说一下啊，那个破炮现在完全没有用，他那个表尺卡在浮球是在最上面，我根本没办法校准。真的啊，对，悲剧。不然你看那个水银的那个小球，它不会动。我感受到了。嘿嘿。可以给我们其他玩具吗？我想测试一下，先让我测试一下，我可不可以帮你？等我一下。你可不要。还是有，还有，如果我们用火炮标识，可以让他帮他校正吗？还是他没有跟他连接？我试一下按键。好，阿法还好吗？需不需要支援？阿法不接，不用，我们在肃清 C 万点。明白。有这一发 WP， 但在他们身上应该很爽。Bravo， 小蓝蓝，快速离开空旷地哦。好的，这边是小蓝蓝超收。蓝梯他的绰号越来越多了。对啊，妈嘞！玩游戏就是开心嘛。如果他叫他小蓝蓝，他开心，我就继续叫。那你可以嘻哈吗？嘻哈哈！如果他叫他自己嘻哈，我就加嘻哈。还是给我们 N252之类的。还是想要玩。给我们的自动挑战炮也可以。可以能用的东西。不然或者不然我们就要下去。快快快！哎、欸，这个是这是小蓝蓝，我们已经抵达 C 兔兔了。C 兔兔明白，前进到 C33点，记住不要进入到那个目标区里面，在 C3那边附近。了解，操守。你还要撤吗？还是我们换新玩具？好 ，OK。那新玩具这个玩具应该就是待在这里吗？还是你要拆着走？我会拆着走。OK 啊，82毫米可以打很远，你要拆？嗯，可是我们没有登到射标，还是用电脑？只能用电脑啊？有电脑吗？有啊，有，那就用电脑。那你高爆弹你要搂吗？帮我搂一下。在这边试一下。爸爸，希望肃清完了吗？好的。对阿宝，差不多了，再30秒。对，这弹药放在旁边好像也可以。自己漏了，对。好像就不用背在进来，不用背在身上。可以，我这边 OK 了，可以收集。不会和。感谢你们。高爆弹吗？给高爆弹玩一下。烟雾弹也带一些。你说炸那个屋顶啊？如果我们要撤走更好。我们要从西侧迂回。算了，我决定我要住这了。我们要从西侧迂回，先不要连战。弹药拿不走啊！对啊，那你在18哦。那你们就旁边加固一下啊，就在这边守着就好。只是我很想看我们的弹着点，你知道吗？最远距离是20公里。
最多打五个了。八毫米没有人在看弹着的。这一次破报班回报，我们重新上线。收到。我们现在会定居在这里，可以立即提供任何火力资源。应该会没事就挖一下掩体吧。哦，好，嗯，往前呗。接下来就小乐，你要跟着他们打炮，还是要往前打步兵？对啊，这边其实现在只要有都可以啊。我们出行玩喜欢点。我现在问你，好，那我打步兵好了。OK， 那先跟我来。那他身上破炮弹药可以先全丢了。啊，不是都丢了吗？这些不是你们的吗？没有，那右边这没屁用，我们只能用左边的。习惯好不好？中午嘛，对啊，你在那边等他一下。那小哥记得去带多带一点那个枪，这步枪弹药。我一甲给你啊。一甲，你唯一的一甲。对，唯一的一甲。女仆的信物，成就达成。没事，我会好好活着。阿爸，阿爸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小箭头？小箭头有看到，往那个 C3 北方的吧？对，就是直接突进去那个城镇里面，突进去那个黑色框框里面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给我们一分钟。对于小蓝蓝小队，他们现在在 C3 点附近。哎，喂，超说。哦，好。优雅，可以麻烦你准许我们一个目标，让我们做试射啊。高等现在啊，谁在那边给我爱的鼓励啊？干！多灾多难，真的。不要再用标了。哎，那你不如果你直接用烟雾弹嘞，用烟雾弹试射，可以啊。配对之炮班 ，fire mission 坐标洞山沟，再跟正洞山拐洞两八，洞山拐洞两八，确认那个电塔标记北面的城镇都可以打击。先射一轮，是电塔位置吗？电塔位置吗？电塔北面50公尺，那不是应该是洞山沟吗？两轮校准，友军在南面200公尺。收到，试射一发烟雾可以吗？保定友军在推进，所以还要射吗？确认高爆，抽到高爆，准备。我小队等一下，我们另一个小队要前进了。嗯哼。然后是距离中吼，高爆弹吼，试射一发28秒，收到了吗？确认一滴25秒，试射一发了。弹药要背在身上，弹药要背在身上。距离弹着还有19。对。这是小蓝蓝，我们已经占领西点目标点的正门口处。收到。OK， 恭喜。我这个单位 C3 北面200公尺，正在接受友军破炮打击 ，ETA 10秒。落地，准确命中。确定。确认，确认。确定，效力射两轮。效力射两轮，超收。准备喽，准备要封锁终点喽。我知道。OK， 这里是破炮班开始效力射，注意那附近的区域。可以给我友军位置的标记吗？因为是小蓝，请问有需要可以进入目标点吗？对对，小蓝蓝，小蓝蓝，我希望你可以派一个小队支援那个阿法小队肃清目标点，另一个小队前往 C4 点，开火，要进行侦查。装填。现在这个单位建议先留在 C3。第二发。友军还有两轮效力射。装填。好，再来，装填。装填。装填。你好。OK， 装填。装填。距离落地还有5秒。装填。
交绿色结束。OK， 不一样喽。对，一样喽。嗯，一样喽了喽了。我是想说，奇怪，你的初弹怎么可以命中这么准？下一轮马上给我闪掉。没有，因为我是范围啊，我不打同一个点。对啊。对对对，各单位友军破炮打击结束。出发了。OK 吧 ，OK 吧，我转移了，他去找新东西给你玩。尽量找，之后把影片传给我。你要玩吗？不用，你打。不行，我快精进人亡。你是不是更生气吗？我如果拜托鲁拉，等一下帮我们转移到 C4， 他会不会把我们干掉？哦，那个你从哪里都可以打。弹药不知道落到，而且弹药都不知道分到哪个级别。对啊。到若是要攻击最西北方的那个点的话，我们要用最远的。对，用最远。好，我先攻四十秒。OK。三十九了，应该都三十九秒。OK， 我身上有六七八，我也可以射了，给你射两。跑跑。鲁拉是在跟我们说吗？还是跟前面的？可是我们离不开这里，鲁拉。感觉前面蛮好玩的。嗯，我原本以为是用那个弹道射标的迫击炮。可以啊，可是这个就要火炮标、炮标。对啊，而且斜坡花的也是要怎么校准？这是阿法，我们在预备出击到一半了。我不信不会、欸，应该不太会吧？会吗？还是跟鲁拉要个无人机，直接从上面看。到底他妈是谁一直用那个标，真的很奇怪。那个有多只拍张，地图上阿森罗点发现军库。啊，他就这样子攀，他是用这个方式去标定啊。然后说，他好像看到军火库，因为强制规定，基本上就是构成印度人不会跟他讲话的。你觉得真的很吵。哎呀，然后又没有沉浸感，你就是要用自己标啊。你知道他那个标，我们打开地图也看得到。我知道，我就是知道用，我就是用那个来，我用地图来找谁的标。操你妈！我操！我可以试射一发，然后直接打下身上。就打他身上。去了小蓝蓝，我们有一队到试一试了，有一队在里面。对。当然，我们等里面肃清完，我们再移动。
他们不给。我先把那个建筑轰掉算了。已经没有破解任务，就开始想随便找个东西来炸一下。对啊。欸，那个亨利犬最后一个点你射得到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哈，39秒。我已经可以打到，我已经可以打到零六，那零四零四零零六零那边了。干脆给我们10就算了。蓝小蓝蓝小队都在 C4点汇合。啊，现在小玉还比较聪明。OK， 压力压力，追着阿法，我刚刚宕机宕了一分钟，我回来了。宕机宕了一分钟。阿法，阿法沿着 C4点的路线前往到 C6点。沿着 C4点的路线到 C6点 ，OK， copy。F2 至炮班准备接受 Fire Mission。 收到，要做 Fire Mission 是不是？有要收到吗？确认，稍等，要准备咯。嗯，我老凯开了去。小蓝蓝可以开始前往到 C5 点了。了解了解，等一下我们有发现一个点50，我们尝试用 AT 把它解决掉。哪里的点50啊？很隐秘，在右侧。好啊，你射看看，如果不行的话就走了。是炮班，来你选啊，坐标洞三波，跟着洞三拐洞三八，一发叫一个，再跟着一发叫人来，洞三拐洞三八，有办法？阿法在移动吗？因为我这边看地图上现在是在移动，那边是洞三沟。我那个是洞山沟，不是洞山拐。主要杨记叫他们赶快管住车。二十秒。主了。开火。哎。射几发？我被异次元传送到地图左下角，帮我传回去一下。我的发。哎，好，等我一下。你朋友了吗？哦，还没。因为他说先校准嘛。嗯，没关系，你先跑路。装点。好。这次炮班已经着弹。确认出弹命中。同一位置打完一轮之后，向左修正一度。打完一轮。两轮。
打完一轮修正向左修正一度，忘记两人说了。确认。一轮是三发，对不对？对。准备好了。炮班开火。来。好。装填。好。装填。好。嗯，庄田，好。小班长，你被传回来了没？庄田，好，我们打几个？庄田，好。OK， 打完。好。这是炮班，炮弹全速夺弹。这样过分。这种做什么东西？干得好，干得好。OK。波回报，敌方缺炮一点眼睛，实施两轮波炮打击。我现在实际在用 G Ken 偷看他们。你们都有装 GK 吗？我没有，我自己有装啊。Oh. 我今天这段影片我不会上传，太多问题了。好的。这波是炮班 by mission。坐标动四幺动三，问是否前往 C 五点？动幺动 C 五点，而且全队移动。FM 吗？确认 FM 点。对阿爸，我们已经到达 C 六点。校准弹一发，明白？阿爸，你要去帮我吸引火力吗？校准弹一发，没有问题啦。看我。确认 ED 二十。哎，阿爸，稍微确认一下，你前方山坡上应该有一个点五零哦，小小的一个 bunker。你要注意一下，有确定的那个已知的目标点，我们都在实施轰炸。我确认一下，我刚打几发高爆弹，地板有特别明显的洞洞。三秒，可以留给炮班玩我们。坐弹，我们要去哪里吸引火力？命中同一位置，下立射一轮。你准备好的话，就依照路线前往到 D 万点，坐标043036。D 万点没问题。举步维艰，步步为营了，不要乱乱冲。第三发，一轮结束。OK， 装填好了。OK。OK， 确认命中。第一轮直接炸他脸上，第二轮把他炸起来，第三轮把他炸死。全速夺弹，确认那个 FM 点坐标041039.50阵地消灭。哇，这是蓝光，十秒后抵达 C 五点。所以我是说，就真的只把 C 五点集合完成的时候，前往到坐标040035 D 2点。是否可以无缝衔接直接过去？可以啊，直接过去吧。可以帮我们制造那个泼水效果。阿爸正在往低弯点移动。对。FO 至炮班 Fire Mission， 坐标动三五动四三，蓝色标记邦克点。阿爸注意，有军火弹的西南侧，他们会前往到 D 2点。跟着校准弹两发，依然是移到第六点，校准弹两发，收到，开火 ，ETA 39秒，装填，第二发，装填，发射完毕，好，杨力的大法，我们有需要沿路出行吗？大致出行就可以了。卡比。
阿发注意小赫有没有跟上？卡比。全速作战。确认。半早点偏北，向南修正十个密位。效率射一轮。你要等我一下、哦。收到，效率射一轮。等我一下。好，填满了，准备。这里是炮班，准备开火。装填，第二发。别开火。装填，第三发。装填，第四发。一轮结束。第四发装填完成。全速作战，不在这儿命中。是小蓝蓝抵达第二大兔，收到。阿法，你现在的现在状况怎么样？到 D1 了吗？阿法，收到吗？这里是相替，目前阿法收到吗？对，阿法，对，阿法。你现在还好吗？有被打烂是不是？我刚刚被打烂了，不过哥在人在。那、到 D1 点了吗？重复一次。你到 D1 点了吗？我们接近了，再一分钟。等一下，可能要三分钟。哎、欸，亨利犬，你最近在玩炸弹面嘞？什么东西？你最近有在玩什么其他的吗？小蛋蛋，麻烦你经过地兔之一之后，去确认一下地兔之一北方有一个检查哨是否安全。大家都在玩，我现在移动，不管正反。对，现在移动。这么了解，因为现在玩，现在那个
不是都会有，他不是都会有填问卷吗？对啊，更新完一次都是问卷，他问卷，对，有让压力，有让压力，你可能有停留的人都说，希望他们可以先把 bug 修好，对啊，那个时间，不是啊，不是时间，游戏内那个太阳快下山了，然后需要调整一下时间。东西越多 ，OK， 我以为时间是固定的。需要稳定，等下需要原地待命吗？那个武器的 loadout 它会自己，它会自己被洗掉。嗯，你赌了。我要用无聊在网上写那个 bot 大战。好笑。阿凡，你不是说三分钟走变十三小时啊？你有狙击三分三？看，太久了吧？你是搬家蟹？肚子都饿了。我想要不要 Discord 你，我 Discord 我的画面给你看。Discord， 我在干嘛？你设计的时候我会什么想的？杨弟，我们有军官或是人质的目标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杀光所有败类。碎啦！卡森不算啊，卡森不算，卡森这是例外。哦，你还好，你有找错，我刚刚差点就打下去了。你有带152吗？没有。说是炮班 by mission 坐标动三五动四三，紫色 fuck you 点，余装步兵一名，直接一轮效力射。好 fuck you 点，效力射三发来。一轮效力射收到，准备好了。ETA 39秒开火。装填，第二发。装填，第三发。OK， 设计完成。一轮结束。敌方步兵一名，效率色有个几百人。我来看那个 fuck you 到底打中了没？还有几秒？哎，看一下，五秒。好，七六五四。第一发多弹。哦，命中。这边是小蓝蓝呼叫排布，那个就 check point， 目前安全。三发弹，稍后他没收。阿法他跑掉了，速行完第一点落弹，而且阿法直接往前冲，冲到第三点。哎，收到。友军现在在检查点的位置，在你的西北方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是小蓝蓝，我们可以掩护到15点桥的位置。Hello， mission 坐标动三六动四。在我们等那个阿法小队到第三，第三下一个就是第五，请你们在那边掩护他们一下。两个地方各一轮效力者。开始，我们两个地方各一轮效力者。那个你们好，跑比较慢。一号点三那个杨弟，你看一下红色线那一条，那一条有个石头一直会挡住。紫色一号点，两轮桥头在二号点上，全部轰在二号点上。收到。我第一，我第一开始打二。看一下第一发，第一发几剩几秒？第一发25秒。我二号点那是打二号点，第一发20秒左右会抵达一号点。我们接下来修正射击，全部往二号做射击，射击六发。这个更正是打在二号点。哦，好，更正，我们刚讲二号，你不，对不起，我刚讲，好的，先讲，对，好，先装填第二发 ，OK， 射击二号，第三，第四，第五，第六 ，OK， 炮击结束。当然，我
们现在在轰炸下一个点的城镇里面的工厂，工厂那边有放地步兵，我们现在轰炸，因为第四点那边蛮近的。对，请你们。现在是蓝光。五秒。那个阿尔法小队要经过那座岛，刚才出现敌人，请他们注意。哦。你来看有没有办法支援他们。是有。对，我们真的可以稍微掩护到，但是他们还是要注意一点，因为树有点多。那个地方是长怎样啊？那个啊，你看一下你后面的车子，基本上都是绿色的。车子炮班过三，三中。哦，那个是鲁拉自己盖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因为我看一块灰灰很大，我以为是炮击结束，整栋房子。我看一整片灰灰，我以为是像那个邦克那种，还是鸡棚那种一大块的。那个好像是长。阿法还行吗？需不需要支援？所以它是一个平。我们是不需要支援的。阿 Q 啦，等下就不要往前了。可以，我起来可以。对，那个女仆帮我装那个。好。我什么时候胎上面？装填。好了。我们射程26发应该够了。够了，够。我装了吗？装啦。我看了没。等一下。小蓝蓝小队。OK， 好，可以 ，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对，有了哈。你们在西侧有一个 D2-2.， 不知道射界是蛮好的，你可以去看一下吧。共用啊。好，你现在有听到我身上无线电吗？没有嘞。确认到第四点有大量敌步兵接近。没有，没有。在阿法，我们已经肃清完第三点。明白，慢慢的，不是，更正。有听到。偷偷的过桥前往到第五点。也没有。偷偷的过桥，收到。取下来。没声音。没声音。我要怎么让我的无线电扩音啊？我这个就是共用，不是吗？这次你好可怜啊！有这样，我收到。他好可怜，我很累。一五二过共就是开启，让周围的人听得到吗？一五二吗？可以啊。一五二一四八都可以。要开启共用吗？还是什么？互动，对，开启共用，设为起。要设他那个吗？还是共用。我按共用了，可是那个黑绿圈听不到，还是有什么要调整？只有一四八跟三一五二听得到啊。哦，了解。所以他身上也要带一五二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身上要抓一只长针。你们身上没有一五二，这没办法。队长阿法，队长阿法，我们这边被炮击。收到，那就不要过桥了，不要去第五了。哦，再往西走那个桥，直接到第四点。队长阿爸，我们刚刚差点，我们已经全队阵亡了，被救起来了。干，你不是说不叫支援麻蛋？不是靠背炮班，他炮击连炮没有点上。坐标动四动动四。等一下，免责声明，我所有的炮击是 AI 打的，我知道。没事。支援步兵，直接两轮效力射。收到目标必取，然后效力射两轮，准备开炮。OK。ETA 39秒开炮。第一发。阿爸，你们那北方桥对面有？一波步兵，我们现在是炮击。第三发装填完成。第四发装填完成。第五发装填完成。第六发装填完成。炮击结束。第七发装填完成喽。小蓝蓝小队，麻烦请你移驾到坐标037、039第五点。阿飞一直想跑过去。杨力队长，我们继续往
桥进攻。哦，干你俩嘞，好像不行哎、欸。真是的。我在镜头看到阿凡一直是有点靠近 B 区、欸。那我们掩护空空他们离开那座岛为止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靠近位置。有了，头了。OK， 有点的，有点的。这是阿凡，等下炮击完就不要来炮击了，因为我们在海边了。泡泡全速。那个鲁拉。哎，不用说，你们差一点点就 DK 了。又怎么了？我的怎么取下？突然往前冲。好的好的。所以从不是那边就丢炮姐，你怎么还跑？带人过。桥那边开始冲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 radio 太吵，没有听到。命运四十秒。真的是。我的锅，我的锅。好。还有新的炮姐吗？没有了吧？搞定。OK， 感谢。地上的高爆弹我们还剩下17，我没有算我们两个身上装满的哦，所以会比17还多，没关系，反正最后一个点了，最后一个点了，看一下我身上还有6，欸，你帮我丢，你把包背包不，你把东西丢地上好了。嗯，你知道我之前有做过一个有趣的事吗？我把泡泡粘在那个 NARP 上面，干超帅。对着阿爸，这样可以叫你吗？可以啊。我们继续往第四点移动吧。嗯，你前往到第四点。没问题。四点北边一点点，可能会比较多掩护的。我再看一下。在雪山上面一样。卡比。很帅啊，就没有一个人给我用，干。对啊，因为第一会挡那个车长的视野。然后第二次上去的人都会被打成智障，所以几乎没人上去。超好笑。30是什么东西啊？对。哦 ，D30 是那个俄罗斯的那个 AT 炮。你说无后坐力炮？不是。不是、哦。反坦克，长得像传统 A 反坦克炮的那个东西。查一下。啊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我查一下。D30。哦，这个对着阿法已经移到了第四点，收到。这边是蓝光，我们已经抵达第五点，明白。靠北 A， 对方射白磷弹，白磷，对，对方直接射白磷。是百灵弹在，不是，他是直接炮击在我们队友身上。哇哦！直射哦，下落下。我天！要不要帮他们射烟雾？可是百灵弹不是有杀伤吗？我们现在小浪浪也是进到工厂里面，还没，我在外面，我在等你指令。小兰，你们先肃清工厂。阿法沿着那个蓝线，然后前往到城镇北方。好，阿法沿着蓝线移动到城镇北方。没错，没错。OK， 卡比。OK， 蓝光我们肃清了。感觉好像没什么，我们的事。是，对吧？哎，黑圈，你那边的网络ping值到底多？因为上次玩 Halo， 我会发现会一直定格。对 ，Halo 的蛮严重的。
可是打阿玛聘大概150到170，就是稳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欸、你有特效任务是吗？我不知道他现在特价结束了没？嗯。都是炮班三线，坐标东三三东四栋。东三。对，就是大点。屋顶上三轮小旅客。收到。三轮。哎、欸，三轮，重复三轮吗？确认三轮。OK， 好。收到三轮小旅客 ，ETA 39秒，开火。第二发装填。第三发装填。第四发装填。第五发装填。第六发装填。第七发装填。第八发装填。第九发装填。九。炮击结束。我刚好弹药没了。好的。基本上我刚才有三，还有应该还有20多，还是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说代表我身上最多就是九，就是九八，嗯，中了中了，中了，前几包打的有点太近，太靠近了。命中，命中。哇，他都不会垮欸，炮弹全速着地，这是炮弹 perfect。 如果我们中间有一座山，山是山应该听不到，对吧？什么东西？如果我们中间有一座山的话，可以这样，山是山应该就听不到了吧？我现在就有点杂杂，对。我的萨博兔，我们好远。九五轰了九发，那栋建筑还没垮。哇塞！可大家注意，敌人好像还是有那个或间接火力的阵地啊，帮我查一下。我们友军攻击最后一个目标点，但是没有攻击友军的位置，所以那应该是敌军。好，满了九八。嗯，有楼吗？你就我做的二战任务哪一个最好？二战任务，我先做二战任务。压力压力，对打吧。你刚好回报有敌人火力在打是吗？我不求任务。我这边刚没有，我觉得都不错。侦查到在03402那个格子的左下角有一门炮，任务完我基本上不会。03402，我标记在那个第二个。有一次任务体验比较差是 Here 点，绿色 Here 点。这是第二任务，差不多附近。因为友军相对于 Here 最近的位置。那个有问题，那其实我觉得还不错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要等到来。小蓝蓝、阿法，嗯，你们可以等一下。我这边七个人阵亡。七个人阵亡，怎么发生什么事？不知道，刚就一发炮，然后蓝队、白队全部人都白掉了，然后蓝队没起来，然后目前应该是蓝光小队全灭。而且你们先管控一下，先躲起来。那个在第三里，我们可以继续作战，没差。OK OK。蓝光是一只鸡。看一下，跟友军相对位置，一只二吗？还是对啊，先不用开火。一只三是空空吧，蓝光应该是一只二。啊不，调到那个你刚标记的黑月点，黑月点吗 ？OK， 那我这边其他区域我们就不出清了，就不用出清了。十几个人就这样不行。还好，对，
小蓝蓝，如果你可以出发的话，跟我讲一下。啊，我好了。往最后目标点。小蓝蓝，沿着那个路线，直接从西方攻上那个山头。哦，了解，超收。注意，你是蓝色，下面蓝色那块，北边蓝色那块是阿法的。那你用 GPS 在看，你也听得到他们讲话吗？我右边是152，所以我很清楚他们在讲什么。我靠近听不到他们讲话，但是就是他们的行动，无线电都听得到。对，无线电就听得到。嗯嗯。只是这段影片我不能公布。我能贴给你，但我不能公布给其他人，因为这有点像秘密。其实我蛮喜欢吃破包的、啊，我知道，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以前二战，我们直接看哦，爹在那边架着直接射，对，而且还是安顶，安顶。刚刚轰炸过那个雷达站，有看到蓝光那队，敌人老样子穿墙，为什么？这是蓝光，这边的蓝光，我们遭到敌人使用刀客。敌人使用盾墙之术攻击我们，悲剧，只能尽量了。阿玛物理，他们是高端的忍者。把底下盾出来跟月供一样，从某人看就应该懂我意思。对，我知道。月供哦。阿爸已经到了希尔点，我们要继续往西方肃清吗？还是先待原地？继续往西方肃清。没有问题。有军方位哦。好，没。那你看到名字吗？看到名字吗？我看不到名字。但左川的头非常的象征性。对，很明显。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是要多用手榴弹。阿法一直是谁啊？有氧吗？欸，对啊。我一开始就要跟一直闪，我们的主要主力是这样，对吧？Suppressing。不愧是俄罗斯佬，只有三颗手榴弹都没有。那不是说是捷克吗？哦，有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那该死的维京人，维京人是挪威。可是北欧，只要是北部欧洲都有他们踪迹啊！你知道，连英国一半都是有挪威的。是没错啦。这个任务。对啊，我已经看到那个梅勋刚的在点。哇、哦，帅哦，枪榴弹，哇，厉害！我不知道是谁射，他枪榴弹直接射进窗户里面，把那机枪兵干掉，帅！哇！对啊，他用火箭筒直接射过去，雷根超准。
他那个啊，不错，有事没事。米勒上尉，有一个。你说什么？米勒上尉，米勒上士，你有一个米勒上尉 ，Captain。嗯。你只要记得，可以去演过了所有的 Captain 就懂。不知道这个不是有件好奇？没有，我是说新人。这个米勒上士。米勒上尉。是哦。他怎么样啊？没有，你刚刚怎样讲米勒上尉怎么了？没有，新人啊。小贺吗？没有啊，米不是叫米勒。我有看到那个米勒啊，我不知道是谁。哦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场景好像那个。你有玩过《绝境时刻》《现代战争四》吗？是，我有啊。现代战争有，怪名称叫做 HEAT， 他们在干掉那个红，就是小 BOSS 的时候哈。嗯。不是要做，也不是要防御特点吗？对啊。最后一个点的就是像那个的山坡地。是啊。哦，超像，是那个要打直升机测验那个吗？对，我觉得像是用 ZFX 我们来防止，我来防止这个。哦，那会被打很惨，那边一狗票人。没有啊，还有直升机有什么？这一狗票人那种。超对啊，然后还有那个海猎犬轰炸，对不对？有人被轰到。我是小蓝蓝，我肃清了下上下下换区蓝色区。走、欸。记一下这个地图的位置。哦，离绿军非常近。就是你看一下那在村庄有没有？它由南向北，就是刚好它就是像那个内关关卡的阶梯技。嗯。有没有？嗯。超像。有点子了。